这段时间可以出来看演出啦，跟大家见面已经是很开心，也快2年了，对不对？就是 lockdown 跟什么了，所以很开心。希望他有一个很棒的演出。有传说身体不舒服，那现在怎么样？那段时间刚好他们讲是像一个 perfect storm， 对，天气38度，要戴面罩，然后我下午又不喜欢吹冷气。 所以我的心啦，我的肺啦，就一直 overwork， 怎么讲？就是本来它是到100的，它已经到110了，就是 like 太热了，所以所有东西都 over 了一点，还好我的你们都知道我的尾是有个火字边，对不对？还好算命的，我出生的时候他们说我缺火，所以就是多了所有东西都多了一点，所以进去让我所有的医生好多医生就是 check 这个 check 那个， 到最后是没什么事，还要休息，要吃药，要乖一点，年纪到了 OK， 我不是20几岁可以乱吃乱喝乱干嘛，要保护自己，要小心一点，要注意很多的东西就对了，一直看着盯着，然后好好的运动，好好的吃东西，好好不可以喝酒了哈。 我很早都没有抽烟了，对，所以就是要小心一点，就是要注意了。男生很多时候呢，不舒服不会看医生的，所以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，我很多表哥都是不舒服就去看个医生，不要说like没事，到最后就晚了一点就不好了。啊，我刚好是早了一点，所以 I'm fine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，好。